老娘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花了多少年功夫才教会你自己个儿穿衣服？这新娘一进门不到5分钟，又教你把这衣服全脱了，你说这老娘心里怎么想？我这脱衣服还用小唐教啊？我那小唐呢？小唐怎么了？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说，行了吧？你这没正形。 你就踏踏实实做好你的垃圾桶，搞好这老娘和新娘之间的平衡，啊，让新娘老娘一会儿往里倒倒，倒干净就没事了。再说，不管这新娘还是老娘，他们不都是女人吗？这女人啊，好好哄哄，保管没事儿。你怎么弄得跟结了八回婚似的，还挺有婚姻经验？哼，完了，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呀？ 我现在都轮到到向你学习的份儿上了，你得给我上课了。现在，哎呀，行了啊。谁送的呀？早啊，亲爱的。哟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了呢？谁欺负我们格格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报仇去。给你了。 这不是昨天咱给太后老回买的衣服吗？怎么了？她老人家觉得不合适？对，不合适，给你了。哎，拍马屁拍马蹄子上去了是不是？你瞧瞧，就像你一样。行，那我就帮你解决一下呗。哎，这衣服可以给我二姨嘛？ 就上次他不帮我介绍个男朋友吗？说没成，那我也得表示一下感谢不是？我就借花献佛了啊！谢谢格格哦。喂，早上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你说这小远吧，每天这起早贪黑的，忙啊忙啊，在外边赚钱。可这小唐呢，啊，大手大脚的花钱呢。 这，哎呀，我哪知道啊？你说，800。这败家孩子，那，你让小远管管他。我当时就不乐意啊，我就跟小远说了，这事儿你必须得跟小唐说去，哪能这么花钱呢？对不对？这以后还过不过日子了？是啊。你猜他儿子回来怎么跟我说的？怎么说？妈，人小唐买的衣服不贵，两件才100多。 100多，他蒙谁呀？啊，他以为我脑袋上边顶的是个尿壶啊？我不识数啊！你说我这来这做饭，一呢就是为了让他们吃点可口热乎的，二呢不就是为了帮他们省点钱吗？哦，合着我省了半年的钱，他半天就给花出去了。你快想想辙呀，怎么办呢？哎。 不，你不就在他身边呢吗？你就管管他，你不是当妈的吗？你就说说他。我就知道，我这跟你说了半天是白说，你什么都管不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你到时候开车出去注意点啊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呀。 回来了，老公回来你都不转过来啊？生气了？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哎呀，行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今儿回来晚了，本来都要走了，来俩客户陪聊了一会儿，后来打了几个电话。 我们上回有一合同出问题了，跟人解释半天呢。你说你老公容易吗？这一天到晚的，别生气了，转过来，来，你转不转过来？我咬你了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你弄。 今天早上非得让我把那买的衣服给退了。
退什么？哎呀，你说我辛辛苦苦给你妈挑的衣服，没落着好不说，还非得让我退了。她说什么衣服款式不好看，大小也不合适，还非得让我今天就去退。我平常对我亲妈都没这么好，哎，我妈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啊，没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，我妈对你一点意见都没有，她冲衣服。 你说我妈这一辈子节俭惯了，哪穿过这么贵的衣服，接受不了这价格啊！你别多想。你没跟她说那衣服50块钱一件啊？我说了，今天早上你睡觉的时候，我跟我妈掰扯衣裳，我这衣服的事儿，我就告诉她这50，她就非说得800。哎呦，你都不知道我们俩绕了最后，我都觉得那衣服应该卖800，不是50了。那衣服到底多少钱？ 50啊，真50！那就应该把那标签给剪了。哎，你说你这一个价钱惹多少麻烦？怎么样？那退了没有啊？退什么呀？不退了。行，不退。不退了啊！这样你回头把这衣服送给你妈，你就说是陈圆买的。我妈才不穿那样的衣服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妈竟能穿50块钱的一件的衣服啊？嘿，找茬呢吧你？ 我洗澡去了啊！哎呦，你陪我聊会儿天嘛！几点聊什么天呢？哎呦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妈刚来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开心的，觉得你妈真是特好。可是相处几天下来，我就觉得我之前的想法好像太幼稚了，太单纯了。我觉得这婆媳关系吧，真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 这有什么可复杂的呀？啊，而且你做着一直都非常好，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儿媳妇儿。你少安慰我。真的。啊，我妈那边呢，我去说，找个机会我一定让我妈相信那衣服值800。不，那衣服值50，好不好？反正我再也不敢给她买衣服了。对，你以后就别给我妈买衣服，你就负责我，啊？怎么办？我真对自己没信心了。 你干嘛没信心呀？有信心，啊！我老婆是最好的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啊！快去洗脸、刷牙、睡觉吧，都几点了，我一直在等你呢。你等我干什么呀？哎，准备一下。 现在这些儿童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。陈远，你们看看这个救生圈，咱们公司有吗？新款的，多好看呢，多可爱呀！嗯，啊，这还行，挺好的啊。是吧？我就是建议啊，你们来决定。走了。哼。哎，胖老，嗯。 有事儿，我得跟你商量一下。嗯，你说。小白来咱们公司也快一个月了，因为之前我俩就没谈到这个工资的事儿，所以直到月底了，你说我给人开多少钱呀？不是，他都来这么多天了，你还没跟人聊这工资待遇的事儿呢。忘了。再说了，他那个性格，我跟他说他也说，哎，无所谓，你说多，他也是也说不出个数来。 人家可也不提你不能不提呀，对呀，咱俩商量商量，你说开多少钱合适？不过怎么说，人之前帮过你，对不对？嗯。再加上人现在就这么个情况。对呀。你不能亏待人家，要不就……哎，以前老孙能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呗。老孙能给他开多少钱呀？我觉着这个工资也不一定非按照原来的标准，也可以浮动。这么着吧。 你也甭在这找挤了，要不你下班，嗯，回家关上门，问我们家孙小棠到底给多少钱合适呗。我跟孙小棠商量白羊工资的事儿。对呀。哎，行，我也请客吃饭，什么都你。
你定，成了吧？行吧，那我也不难为你了，好吧？我少叫点人，叫十个吧。哎哎，小唐、慧慧，晚上有人请吃大餐了啊！谁？我输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俩赌什么了？嗨，你甭管了，反正吧，晚上在哪儿吃什么都我定，咱们晚上吃大餐啊，一定来。晚上有人吃，请吃饭啊！好久没有人请我吃饭了。哎，要不我不去了吧？为什么？我婆婆在家。你婆婆在家怎么了？哦，大家还不能一块吃个饭了？哎，不至于啊，又不是夜不归宿的。吃完饭你就回去，啊。走啊！丽丽，买东西啊？嗯。哎。你这件衣服好看哎，超凡脱俗，特别的清纯。哎，怎么样？最近业绩怎么样？不太好，倒数第三。一般一般，倒数第三。没关系，丽丽。德国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。郑教授，郑教授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你能不能说点实在的呀？别跟我老讲这些大道理。那你想听我说点什么呢？那什么是人成功的最大阻碍呢？我给你讲一个经典的故事，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在美国有一个公司，公司里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非常的不成功，很苦恼。有一天，公司门口贴出了一张告示，告示上写着：“各位，阻碍你成功的那个人死了。”大家都在猜测，死了？谁死了？公司的大堂设了一个灵堂，中间摆了一个棺材，所有的人都在争先恐后的上去看看，里边是谁呀？其实里边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面镜子，照出来的是他自己。我讲到这儿，你应该知道了吧？谢谢啊。哎哎，丽丽丽丽丽，我还问你呢，那天我给你讲的哈佛两小时理论，你坚持的怎么样啊？哎，郑教授，你交房租了吗？怎么了？我看那个房东啊，在上面收房租呢。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方老师，方老师，方老师，啊，今儿回来挺早的哈。哎，你来我屋，来我屋，我跟你说事儿。坐一会儿，不是跟着聊，跟着聊。就上次我跟你说，答应帮你参加选秀节目那事儿，要不就算了吧。你别往心里去啊，把这片翻过去，你懂的，懂你懂。啊，那你还是觉得我唱的不够好呗？不是你唱不好，就是。你上次不也说了吗？这个音乐它不是用来比较的。我回去琢磨这话确实有道理。再说，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放在那舞台上跟一圈250 PK 去，这事我想起了我都别扭。不是，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我什么意思呢？我再说白点，这月月呢，他们那找我来聊聊了。你说这女人有时候的那心眼儿，那个啊，你懂。你以后再有什么想法，你跟月儿提前沟通好了，你们俩再来找我说来。要不有时候我在中间确实，我很难办，你懂吗？这我也好心啊，你懂你懂啊，加油！回来了，我今天早上在菜市场啊买到新上的猪排，给你做的酱排，赶快洗洗手吃饭。妈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吃过了，因为今天有个同事请客，他叫大家一块聚餐，我要不去的话好像也不太合适啊。你是不是嫌妈做的不好吃啊？不是不是，您想哪儿去了？您做的饭菜可好吃了。你要嫌妈做的不好吃，你就直说。妈，今天真是同事请客，我不去就不给人家面子，人家会不开心的。啊，同事请客，嗯，那下次你就得请同事。
你说你们单位得多少同事啊？来回轮流着请，那这一个月就不用回来吃了，得花多少钱呢？对，你说小远他在外边工作忙啊，有应酬就算了，那是没办法。你说你又没有应酬，你我来干嘛来了？我不就是来给你们做饭来了吗？啊，那你们都不回来吃，那我就不用做了。妈，今天是我不对，以后我要是有特殊情况再不回来吃晚饭，我一定记得提前给您打个电话。您别生气了，对不起了。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吃。闺女啊，妈，是我。怎么想起给我们打电话了？我想你们还不行啊？怎么过得还好吧？我妈呢？哎呦，谁呀？来了来了，谁呀？谁呀？这是啊？还能有谁呀？呵，你的宝贝女儿啊！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想起我们来了呀？妈。怎么有气无力的呀？啊，你婆婆呢？不是现在你婆婆是你妈了吗？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自作自受。你不是哭着喊着非得要结婚吗？结婚那成了家就是这样啊。那你们就是一家子了呀，是不是？而且你婆婆她就是你的长辈，你还别挑人家的理。既然你们现在已经成一家子了，你就得好好过，你还得尊重人家，你听见了吗？别跟在自己家似的，在自己家里边，你说你多任性啊，老长不大。不是妈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要笑话我？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？我就是因为我是你亲妈，我才这么跟你说呢。我嘱咐你，让你长大。我笑话你了吗？你听话你都听不出来。你要不妈现在赶过去，咱俩一块儿跟你婆婆打架。哎，别，我现在就想跟陈元俩人待着，你们谁来我都烦。行了行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妈再见。你瞧见了吧，我当时说的那些一样一样全都应验了。干嘛呀？你也不问问孩子说什么了？是啊，是不是闹意见了？可不是闹意见了吗？能不和？那可不是吗？婆婆和儿媳妇这日子能过得好吗？再加上陈远他们家是什么家庭啊？生活习惯还有价值观全都不一样，所以现在郁闷了。自己的路自己走吧。看着我干嘛呀？我是饭呢，谁回来早谁做饭，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你回来以后你怎么什么都没弄啊？我刚早了一分钟啊。什么早了一分钟？你别找辙了。宝宝回来了。嗯，那你那是啊？打坐呢？都几点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
我今儿可比昨天早回来一小时，你得表扬我呀。还表扬呢？给你打电话，你在占线，你也不知道给我回一个。是吗？我没注意啊。行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下次我一定第一时间给你回过来。啊？洗澡没有？哎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嗯。我跟同事出去吃饭，这有问题吗？出去聚个餐，只要吃的没问题就没问题啊。我自己挣的钱，我自己的工资，我有权利花吗？谁拦着你了？那每次你自个儿的钱花完，我还给你呢。我可从来没控制过你花钱啊，小唐。不是你这绕来绕去的，要说什么呀，老婆？我要说你妈。我今天跟同事吃完饭回来，我刚一进门，你妈就说：“小唐啊，你怎么又不回来吃饭呀？哎，你跟同事出去吃饭，这不是乱花钱吗？”哎呀，陈月，我跟你说，聚餐那顿饭我们是在团购上买的，才两折，两折很便宜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弄了半天要跟我说这个呢，我还以为我出什么问题了。哎呀，小唐，你看你，能不能理解理解我妈？我妈不是针对你，不是就愿意给你挑毛病。他们那代人苦日子过惯了，看着咱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，他们接受不了。真的，我妈还跟我说过呢，原来他们年轻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吃过树皮，你想想那什么感受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好吗？难不成你也像我跟你妈一样去吃个树皮啊？不不，那倒不是。以后这样，你再在外面跟同事吃完饭回来，你别告我妈，你就装着再陪我妈吃点意思，这不就完了吗？难不成你让我回家，我还要跟你妈演戏呀？那我做人多累呀！偶尔可以狡猾一点。那行。那买衣服呢？我敢不敢买衣服了？以后买啊。你举一反三呢，你别老当着我妈面儿，一会儿拎一大包，一会儿拎一小包的，偷偷摸摸把那小标签都给剪了，这么找个没人地方扔了，对不对？我妈又不能盯你一辈子。陈远，我觉得这事儿不能这样处理，你应该去跟你妈好好的沟通一下，你得跟她说，妈，你有你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不能拿你们的生活方式强加到我们身上，这是不对的。行了，你这说绕口令呢你、啊？我告诉你吧，只要是结了婚，哪家都一样，你信不信？要不你去问问你们同事，人家就不好意思跟你说，这事有什么可说的呀？就理解理解呗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妈什么时候走呀？那我哪知道呀，我也不能问呐，我要一问，那我妈还以为咱俩赶她走呢，咱可不能干这种事儿。可是，不跟你说，跟你说了也白说。哎，你要跟我妈说去。我洗澡去。妈，一会儿吃完饭干嘛去？我上菜市场啊。您别老一天到晚就逛菜市场去嘛，啊？咱这小区里街坊邻居的人都这么多，没事你跟人认识认识，请人到家里来坐一坐，喝喝茶，打打扑克。哎呀，我跟人又不认不识的。妈，我吃完了，我先上班去了啊。啊，好，去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中午给我发微信啊！小远，那个，啊，您说吧。你说。你说我没事。你们俩现在谁管钱？我们俩这说实话也没存什么钱，
现在孙女还谈不上谁管钱这份儿啊，反正她就是每个月她自己的开销都够用。我呢，要是赶上这个月公司业绩好，我能存一点。啊，我是说你们俩每个月的开销具体是多少钱，知道吗？那每个月都不一样啊。你比如说小唐这月买了一套化妆品，下个月可能他就不用买了，是不是？您放心吧，这个还房贷的钱我们每个月都提前准备出来了，嗯，这不会有问题的。还有一些其他呀，什么应酬的钱，那都走公司的账。那走公司的账就不是你的钱啦？妈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们不是乱花钱的人。那我没说那个必须得花就不应该花呀，我是说那不该花的那就一定不能花。昨天我说小唐了，那别动不动就在外边吃饭，你说那外边现在的物价多贵呀，一顿饭怎么也得180的吧，你说把这钱都省下来还房贷好不好啊？哎，我说他没跟你不高兴吧？您说他了？我不知道您跟他昨天说这事儿了。真的？真的呀。妈，哎，这回您来多少天了？有半个月了吧。有这么长时间吗？啊，差不多。嗯，我爸一个人在家能喜欢吗？他自己都吃什么呀？天天自己做饭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嫌我待时间长了碍事儿了？那行，我明天走。哎，不，我没这意思，妈妈你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觉着，就是让我爸过来陪陪您吧，你俩做个伴儿。让他陪我干嘛呀？我都伺候他半辈子了，我巴不得离他远点呢。哼，我上这儿来是来伺候你们俩来了。你说我要是不来啊，你们俩这吃不上喝不上的，那还不把身体都造坏了？就这么大的工作压力，是不是小唐说什么了？其实我琢磨什么呀，妈，是这样的，你看原来吧，小唐和您，咱都处得那么好，这得珍惜，对不对？因为咱们生活习惯不一样，观念也不一样。你说在一块儿时间长了，万一你跟小唐出点小摩擦、小矛盾，多犯不上啊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，你是怕我跟小唐闹矛盾。对。那现在的婆媳关系，那不全都这样吗？这很正常，就是有矛盾，那处处不就好了吗？小唐有什么毛病啊？我给他摆一摆，啊，你放心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婆婆吧？哼，没问题，啊。啊！你嘛呀你？你又不我妈，你好哪儿呢玩意儿？嗯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？咱朋友，你过得好我才开心呢，怎么了？你就想拆散我们，对不对？你安的什么心啊？你想干什么呀你啊？从你跟他说完那选秀节目以后，他天天缠着我，好像我不让他去一样。你倒成了好人了是吧？那不上次你跟我说的吗？让我劝劝他。我听完你那话，回头我就找他去了。我是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苦口婆心，掰开了揉碎了，我跟他讲。我说这选秀节目不适合你，赶紧翻篇儿。就你们家这樊老师理解能力太差了吧？我找谭去。我看出来了，你处处刁难我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你就想拆散我们是不是？不是，张月月，天地良心，我真没那意思。要是就我祝贺一句话就能拆散你们俩，你们俩感情基础也太差了吧？什么技术啊？豆腐渣工程。朱慧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哎，你这干嘛呢？这个。
这边，不，我们带着后面那红楼，回去你给我爸看看这红楼去啊！来啊！哎，你这样就能照啊！哎，看见这楼没？哎，还真有。二，哎呀！哎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挺好的吧，队长？啊，漂亮吧？真好。就我这个笑的有点。吃个冰淇淋。哎呦。 这么凉的东西是吃完了还不得闹肚子呀？不能闹肚子，我们俩总吃这个。来，您尝尝，这是草莓味的，可甜了。来，不是，真不是。就是，那小唐，赶紧买瓶水去给妈，要常温的啊。嗯，哎，不，买什么水啊？那一瓶矿泉水多贵呀！再说我从家里边出来，不是喝了好多水吗？我不渴，真的不渴。 瞧我妈多会过，早点一会儿学着点啊！是不是？行，妈，那我领你到那边逛逛去，那边有一公园，里边有一片湖可漂亮了，还能划船呢。一会儿咱仨划船，买点小零食啊，走。哎呀，行，在这儿周围逛逛就行了，还划船？那划船不得花钱呢？就在这儿逛逛挺好的。妈，您能不能听我给您安排呀？您好好来趟北京，领您好好玩玩，您看您这省。 妈，在这儿逛逛就行了。那个公园旁边有个西餐厅，你要是饿了，咱们还可以去吃个西餐。您尝尝西餐，挺好的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西餐有什么好吃的呀？还不如回家下点面，拌点西红柿，拌点鸡蛋，那不比西餐强多了？是不是？我怎么觉得这天啊有点闷，要不你们俩逛逛？ 我就回去了。您别呀，妈！您说您来了，我们俩主要就是陪您逛逛。您要不逛了，我们俩逛什么劲儿啊？走吧，走吧。别的呀，那行，你就回去吧。先去打个车呀。行，你俩等着我，这东西还在这呢。打什么车呀？那地铁不就在那儿吗？太挤了！您挤什么挤？我坐地铁回去，你们俩逛吧，我走了啊。妈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。 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了，我现在不是打消你的积极性，像这样的学校它就是不靠谱。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。你感受什么呀？学费那么贵，有那个钱咱还不如给你攒着出专辑用了。我就想学习一下，提高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好？我看你去那地方，你都可以给他们当老师了。哎，你听那名字，那地方私人的，郊区的学校。 好得了吗？那外面大马路上贴那个广告，那都是骗钱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哥们儿都说了，说他们老师都是从专业院校请来的，很专业，很系统。哎，你想去找专业老师学习没问题，你到那专业音乐学院去学，我绝不拦你，我肯定支持你。这什么学校啊？再说了，就打是专业音乐学院毕业的。 也有几个出来能真正当歌星的，反正我是不同意。这种地方去也白去。叔叔，嗯，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点吃，慢点吃。看看，什么呀？凉拌八爪鱼。这玩意儿你怎么天天有小灶吃啊你？ 这是我妈亲手做的，嗯，尝尝尝尝。嗯，活的吧？啊，不行不行，不敢吃，害怕。我告诉你，小白，这个对皮肤特别好，特别有营养，滴油高蛋白。哎，吃点儿。那小白害怕，非憋人吃干嘛呀？那么小白，我替你尝啊。嗯，没口福。嗯，怎么样？不错，好吃吧？真的。陆晨，你们家平常小唐做饭吗？小唐。 哼，那手艺可不行，很少做。嗯，那你们俩都怎么吃饭呢？我们俩有时候出去吃点儿。你说下班回去忙的要命，哪有心思买菜啊？有时候冰箱里速冻饺子、速冻馄饨啊什么的。哎，那些速冻的东西真的少吃点，一点营养都没有。是。那你妈以后就跟你们。 一块儿过来，我妈待一阵就走了，这不新房子刚弄好吗？接过来享受几天。再说了，我妈跟这住也不踏实，我爸在老家呢，没人照顾啊，而且这个婆媳关系啊，要是时间长了，肯定容易出问题。所以说呢，此地不宜久留。
是吗？我之前跟小唐见过两次，我觉得他人挺随和、挺大方的，应该不难处吧？老爸，你觉得小唐还挺随和的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那苏小唐那可不是一般战士。泡泡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家小唐怎么你了？对你不错啊。行行，我跟你说，来，我吃饱了。怎么了？吃完了？回屋吃去，我郁闷。你，哎，那你呢？嗯，你平时在家怎么吃啊？一人？我一个人就对付对付呗。哎，你这刚说我吃速冻饺子对付没影响，你也对付啊？你会不会做饭？嗯，其实我会做饭，我做的还挺好的呢。哦。就是吧，我一个人不愿意折腾，你说我做给谁吃啊？哦，是，哎，你就不尝一口？哎，我真的不尝，我总觉得他在爬。你说的太吓人了，弄得我都不敢吃了。确实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会帮你办货的。行，放心吧，我们队伍竭诚为你服务。你说小远呢，在那儿做生意，啊，跟人外边有个应酬啊，吃个饭，这都很正常。你说小唐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啊，他又没有跟人做生意，也没有应酬，还动不动就上外边吃饭下馆子。还有啊，啊，前两天说带我上公园去逛逛，我就去了。我一看他哪儿是什么公园啊，那周边全都是卖东西的。那条商业街啊，我一看也就200米吧。我给他数了数，买了4次东西，最后还给我买冰激凌。你说我这胃哪能吃冰激凌啊？那还不得吃拉肚子了？末了还要带我去吃西餐。吃西餐那一顿还不得好几百呀、啊！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也享不了这个福，啊！你呀、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想出个辙来。什么辙呀？我那个车到年头了，要换新车。你要换车？哎呀，不是，不是我真要换车，我让你跟儿子就这么说，假的。啊，啊，那怎么换？你说，你爸那个车呢，年头也到了，公司呢强制他报废，要交10万块钱。啊，家里哪来的10万块钱呢？你爸就说想让你呢，赞助家里每月5000块钱。这钱呐，咱一分不动，到时候咱如数还给他。你呀，这算是干了一件正经事儿。你这是夸我呢，你还是骂我呢？哎，妈，回来了，看电视呢。怎么样，饿不饿啊？那儿有饭，我去给你热点去。不用。今儿晚上吃的挺饱的。小唐回来没有？啊，他回来了，他已经睡了。行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每天都回来这么晚啊，别再把身体搞垮了。那年轻人都这样，现在不是创业阶段吗？我们这都够幸运的了，自己开了家公司，多少羡慕我们啊。那你们那公司每个月都能盈利啊？当然盈利了，那不盈利还行。我们公司现在都走入正轨了，我跟您说吧，妈，你儿子这公司以后肯定是越干越大，您瞧好吧。那就好。行了，妈，赶紧睡吧。嗯。小远，你先别着急，妈想跟你唠唠。嗯。啊，唠唠你爸的事儿。我爸怎么了？
闪躲，不要被埋没，让全世界都能看到我。一个角落就能开出花朵，让年轻的心想做就做。不要沉默，不要被蹉跎，让欢乐和眼泪一路高歌。一点花火就能火力四射，在这一刻我大声说，大声说，我要我的命运由我掌握，由我选择，由我来决定怎么过。多少路寂寞走过，多少风潇洒吹过，都将是我珍藏在心中的快乐。选择由我来决定怎么过，多少路寂寞走过，多少风潇洒吹过，都将是我珍藏在心中的快乐。我要我的梦想任我执着，任我挥霍，任我来决定怎么做。我和你分享承诺，生命